回家了。嗯，文文，你开门。你快点开门。卓，你是不是喝酒了？上次酒味这么重。小酌了一点，然后你看，给你带了好多吃的。我灯打开，灯呢？啊，我要睡觉了，你快点回去吧。吃点，我辛辛苦苦带回来了，必须吃点。我也叫静静，你等一下。静静，静静，你开门，开门。我买了好多吃的，走。哎，你干嘛呀？我买了好多吃的，你鞋都不穿，买了好多吃的。啊，这我给你们买的，你们喜欢吃的薯条，然后辣条，我小酌了一点，还有火腿肠，还有鸡爪子，来，一起吃点。我辛辛苦苦带回来，我跟你们讲，辛辛苦苦带回来了，很不容易的。啊！我回啥睡觉？吃东西，不可能回去睡觉。吃东西。嗯，你们喜欢喝牛奶，快过来啊！我去睡觉。我跟你讲，就是今天天王老子来，我都不回去睡觉，就必须得吃。你干嘛？啊！我不想吃，我睡不着。你拿 iPhone， 你等一下。啥情况？喂，那个，我昨晚有没有失态？没有，不过你下次别喝这么多酒了，伤身体。我回房间了。哦。静静，那个我昨天晚上怎么在文文房间睡的？你问我呀？啊。你说一下嘛。昨晚文文和我一起住的。哦。对了，如果下次再有这种情况，你就可以直接搬出去住了。哦。咋了？前是早饭嘛，我做了早饭。啊。哎，你有脏衣服吗？有啊。在哪？有两。我正好要洗衣服，帮你先洗了吧。不用，我就一点点，我自己洗了。哎，你快起来吧，待会早餐都凉了。哦，行了。来啦，快点，都凉了都。啊，哇，那么丰富，还有那个水果。你今天休息啊？嗯，请假了。你今天干嘛？有事啊？你不是腿摔了吗？不，天哪，至于吗？我这个腿就擦点皮，硬邦邦的。没事，我这儿还有家。嗯，行吧。对，我那个锅里还炖了排骨汤。你倒可以。太幸福了。哇，炖的好棒。哎，那个阿爸，你最近工作找了吗？你找了，在找呢，没找到合适的。你怎么不喝啊？我不喝，我不喜欢。喝喝，挺好喝的。我看有问题啊。啥问题啊？你怎么不找女朋友啊？我这啥条件去找女朋友啊？你条件不挺好的吗？老家二亩地啊，没车没房的，然后没法找。也不是每个女孩都看那些、啊。但是我自己心里过意不去啊，等条件好了再说吧，再找一个吧。现在找了之后也让别人吃苦。嗯，好。哎，汤真棒。那么送回来了，今天。哥哥，给你买了份猪脚汤。不是，喝吧。那个我。我喝我问的排骨汤了。哎，我饿。不是，哎。哎，你怎么在家？哦，我今天请假了。那个阿坤昨天不摔吗？哦，还是你先去。上啊，走啊。啊，进来。